本不只想学这道菜，也想试试看，试吃，所以我们赶快来做。我们还是请我们这个国际级的那个徐老师，他是我最佳搭档，我好喜欢他。好，是，我也很爱你啊，真的。我们一起做素食推广者。好不好？好的东西就要以好朋友分享，对，跟家人分享。而且像你们协会的都叫做教师种子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尝试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可以先来先把节瓜，我们把它切，好，切断，差不多，好，这样子哈，差不多，不要太长，对。我们把它分二四六，我们只要分六个，哎，其实我们都，我常常都用眼睛去量，对，因为其实大概多高，你看这样做起来。做习惯的菜的人哈，你没有什么几瓢，假使做西餐的话，或是做烘焙的话，二四六，一定要是几瓢，几克。对的，我们通通把它用进去好了啦，好，才不会浪费。好，因为几瓢几克的话，有时候有人喜欢吃咸一点，或是淡一点，或是甜一点。你做几次习惯了，你都不用用你的眼睛去量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蘑菇，要把这个地头切平，对。那只要新鲜的蘑菇，那个头不要丢掉。对。煮汤可以把它加到。好，我们上面还是一样，把它切花刀。哎。好，我们没关系。因为切为什么？切的作用是说让它比较能够入味，能够简单快速的入味，不会说煎就固了啦，有的锅子都没有盖子，哇，真煎到超微单，我靠，超微单来这不行。其实哦，我们要切花刀，一定要用水，先把它穿烫。软的，不然你切花刀它一定会裂开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，好，都把它切好了，好，花刀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热锅，但是刚开始不能用奶油哦，奶油是要上来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先用油，煎好了要上起锅的时候才加奶油。对，不用太多，太多油不行。好，先煎几锅。我们现在要环保，体内环保就是少油。体内对，少的少，对。来，因为这个圆的不好夹，没关系，通通把它丢进去。嗯，好，然后它就会自然就会平了。好，这个也很容易熟。结瓜很容易熟，你看，把那个盐巴，我们把它撒一点。用手没关系，因为它还要煮过。对，这样比较平均。对，好，好。那你再爱怎么做你就怎么撒，随便你。是，没错，我们要把它煎。排盘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节瓜非常好煎就熟了，跟蘑菇一样。有一些蘑菇那么大颗，会不会煎不熟？很快就熟，绝对没问题。好，把它翻面一下。哎，翻面一下，这个很容易熟，对。好，火小一点，不要太大。嗯，太大它一下就会黑掉。对。把这个奶油打开，节瓜快好了，好，来切一块小奶油放下去，让节瓜也吃到奶油啊，这个整体上才会香。好，来，好，切一小块就好，切一小块，节瓜也要吃奶，哎，两边都要撒一点盐，好，好。放旁边转一下就好了，哎，对，好 ，OK， 就可以起锅，差不多就可以起锅了。好，那个，
这样就好了，结果这样就煎熟了。好，把它排盘。好，排盘。这节瓜现在很多，而且你要挑跟蘑菇差不多大小的，让做起来比较漂亮，当季对不对？哎，当季，哎，不是说不是当季的菜不要吃，对，因为我最近有上过《黄帝内经》，它真的让你知道很多很多，真的，他讲光讲四个字，我都搞不清楚什么叫不食不食，不食不食就是说不是时候的菜不吃，好，不是哈。这个不是时候的菜绝对不要吃，所以这样才会健康，就保持你身体体内的一些哈、季节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好，好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两颗先放，先这个先放下去，这两颗放旁边。嗯，再煎一下就好了，好，很快就好了。好，再把它煎上色。啊，煎上色，然后加一点点奶油，再加一点点奶油。哇，这很快。那做一道菜，真正的做菜的时间不到五分钟，真的不到五分钟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边做菜边聊天啊。好，这样。对啊，妻子在家里又可以就跟家人一起坐在一起，真的很过瘾。有时候像包水饺或者做什么，这都很好的家人互动的机会。不然真的家人有时候现在尤其现在家人哦，真的，一回来小孩子进房间就是打电动，哇，一打到晚上十二点还不休息，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要找一些事情来跟小孩子互动，跟家人互动，好 ，OK 的，好，可以帮我，好，上色就可以了，好，我们把它放上面，哎，对，好，先把火关了，好，嗯。你看，看起来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做，这个谁都会做。来一碗白饭。哎，来吃白饭来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道更好的，炒饭。哎，对。那哦，这个我炒饭教过。好，然后再撒上一点这个，这个。好，这是意大利的香料。香料，哎。用汤匙啊，对对对，不可以，不然我看起来会太粗鲁。嗯，好。啊，对，带香料。不要太多，这太多味道会太浓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下面还有节瓜。所以我们可以搭配一下。好。好，旁边也要喷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有料。对。来来来，大家来试试看这一道我们完成的香煎奶油蘑菇，一定很赞哦！对啊，赞哦！请大家试吃。香煎奶油蘑菇节瓜，材料：大蘑菇、节瓜，调味料：盐、奶油、意大利香料，做法。一，节瓜切成两公分厚圆片，大蘑菇洗净去蒂，画十字花。二，起油锅，放入少许油，煎节瓜及大蘑菇，撒一点盐，双面煎熟，加入少许奶油，食材双面沾奶油，继续煎至金黄色。三，节瓜当底衬。大蘑菇摆放在上层，撒上意大利香料，排盘装饰即完成。大家好，过年到了。大家认为说要做一个最丰盛的一个锅，
也象征又补，冬天又补又，哎，这种很丰盛的锅。我想我今天想到这个锅应该算很补也很丰盛的，你来看看。我们看看这里，赶快大家来学习。我买一包现成的，这个叫做麻油猴菇包，这个哪个的素食食品厂都有在卖。好，这高丽菜、芋头、红枣，这个叫蒟蒻，香菇卷，好，这个豆皮、山药、皇帝豆、姜，还有这个腰果，这样煮在一起的，哦，这锅足澎湃，够足饱的哈。好，赶快来看看配料有哪些呢？很简单，麻油，因为这个麻油是很淡的，加一点麻油，然后盐、香菇粉，哇，这些食材太棒了，我们赶快来煮，让他赶快学习，过年可以呈现在你的家人的面前，哇，那真的你多厉害啊，你将是你家厨房的达人，绝对的，来。我们请一下徐老师来示范。大家好，周师姐好，各位观众好。愈做愈强，对不对？哈哈，越做越开心啦，愈吃嘛愈欢喜。是啊，因为体内环保，没有什么，对，就是没有什么吃的会觉得很安心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对，我们今天要煮的这一道食材，刚刚我们周老师有介绍过了嘛，有皇帝豆啊，小甘丹啊，山药啊，腰果啊。有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把姜，因为是麻油火锅。我们有买一些那个猴头，一包就够了，一包就很多了，不要太多。我们切一些姜去爆，麻油薄片，用麻油爆香，把它加进去。因为刚刚隔壁那个汤我已经先滴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姜对，把它放进来，然后把麻油倒下去，倒一点，对，也不用很多，因为这里面因为那里已经有现成的，所以我们只是放一点，把那个姜。爆香，爆香，提味一点而已。对，好，这个啊，这个火锅啊，真的，你看看，每一样都没有塑料哦，就是很不简单哦，都没有塑料，买到没有塑料的很难哦。你是一个人也可以煮，你是十个人也可以煮，一个人就一个放一点，放一点。你可以在家里都不会说把食物浪费掉。那我们的高丽菜也可以把它稍微断一下，对，我们切断。哎，对对对，要一个人的话，弄个小锅，就一种抓一点抓一点放下去，哇！啊，你那安尼是的，啊，无方便喏，我撒一下米线哦，拌这个汤有够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放一点冬粉也可以啊。那麻油是配面线比较都可以的，喜欢吃什么麻油面线嘛，那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。对，啊，你看，好，就 OK 了，哎。好，这里先把它爆香，哎，爆香，哦，太简单哈，锅隔壁水也滚了，那我们这边也滚了，好，所以我把我们的料这些通通这些先倒，这个先倒，好，腰果，哎，还有这个山药，因为我们冰箱拿出来的，这个最后偶尔最，因为芋头我们买的已经是有处理过的哈，我们不要买那种哇啦够在下手会痒啊或怎样，看你自己啦。对不对哈？这些可以先放一下，哎，这些都可以放。红枣，哎，对，把它丢进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紧了。好。好。哎，这个。还有我们的麻油猴头菇。哎，对，放进去。好。太简单了吧？你家一个人，哎，做个小锅，一人锅，哦，就澎湃呢。我常常讲，我看干干后加。对哦，我常到外面去吃，我说，哎呀，怎么要煮，要煮的那么不好吃？我想要做好吃很简单，你要看，要用一点心就好了、啊。对，就可以煮出真的大家都喜欢你。我们的麻油姜也香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再来，没关系，高丽菜也给它放下去了，没不要紧啊，高丽菜是上好温的，它是自然甜。对，不要吃的那些有负担的，就是说太冷啦，高丽菜都不冷，而且又可以放很久。你买一个高丽菜，你可以放很多天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哇，保存好，对，就没问题，一个礼拜也不会坏掉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。人少的时候，香菇粉，香菇粉，加个莲子，
哎，两匙可以，还有盐。嗯，盐巴我们大概是加个一大匙，再一点点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对，okay、那就好了。太简单了嘛，这就快快好了哈，赶快把盖子盖起来，我们来聊天吧，很快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快要接近尾声，让他煮，我们来聊聊啊，你这个二十几年来的厨师经验，哈，你对做素食的感觉啊，你那个阿多玛的干婶又是英国人，有40%的人吃素，对，他们我们台湾都还没有人吃素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把他教他回去英国发扬光大，有想要，他们我一定请你，他来这边学很蛮多的，他来我请你哈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去德教一个德国小孩，台湾去德国留学的小孩变不回来。在那边开什么？开素食素食，素食的素食，对，那很好、啊。那我来讲，你不要太慢了啦。他听说一天卖多少？好，光饮料，那个叫什么？婚礼那个什么？哦，珍珠奶茶，啊、一天说卖8000杯的，八千，对哦，哦，我惊喜的，因为在英国那个汉堡是德国汉堡最。有名的素食店、嗯、那我跟他教他说你2分钟就要出一道菜，他说有可能吗？我说我教你，后面一直穿烫面啊什么啊，说啊你酱摆在前面哈、嗯、预备都做好，对，前行都做好、嗯、啊他说、欸、做好了，哎马上盖下去，丢下去吃去啊，大家都看到食材说哎、欸、这个都没有什么乱加的东西，结果我听说他在德国非常的夯，夯，对，所以现在都是讲究体内环保，对啊，素食，那就是那个料，就是我们的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，对，就是素食的意思就是用蔬菜去变水果，然后去把它做成好吃的菜，对，也可以做成西式、中式，什么事都可以做啊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要等你去英国要靠你女婿去传承。没有，他也很厉害，他自己是在做产品开发，就是开发帮一些要创业要开店的人，帮他们开发素食啊，对啊，一些产品。所以你的猴牌也是很棒的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大家只要有志者事竟成，好，打对赞。OK，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来做，你将是你家的啊、哦！哇 ，OK 了，你看这颜色看起来，你就赞了呀，这就好吃呀，对吧？对吧？找一下，很漂亮哦，红红绿绿都有，啊、哇，就是五彩缤纷，对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通通有了。我们一定要努力。我们两个姐妹，这个是有这个姻缘，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姻缘，要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，我一定要配合你。对啦，哎，我就是等你这句啦，不能提示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说我要用利用这个残渣的生命，来推动素食。很棒啊！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我住在这里山上哦，这里是山上哦，你知道多少台北的人，大。以前的我们说有头这个很有知名度的人都跑来这边找我吃素食，对啊，我觉得哎、欸，越来越有成就感，因为他们吃太好了，没想到，对他们没想到说素食会这么好吃，这么健康，这么好。一般的人看到这个说，那这个吃素我也要，對，就是这样讲，他就说这个素我也要。最主要他就是一些啊、没有很多加工食品，都是蔬菜。对，或者怎么配啊？颜色把它搭配好啊，像我们刚刚里面有放了红枣啊，有放了皇帝豆，红枣是红色 ，OK 的，好，可以的。皇帝豆它是绿色，对，所以我们的颜色都把它分配的非常好，颜色那营养绝对是非常的均匀，非常的好啊。冬天补补这个有一点麻油，补补身体，是姜麻油姜来补。气血循环补充一下。那假设说你有那个的话，你可以把平常可以把麻油跟姜哈、
抱在一起，冷的时候放在罐子里面。你随时要吃，哎，麻油拌面线很好吃，麻油拌面什么都可以呀、啊。嗯，你就不要每天很忙。好，那我们食材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要拿出来。好，来，小心哦。嗯，好，很烫哦。嗯、好，我们要把它倒进去，先摇好了。哎呦，不然这样很危险。我怕。我们先把料捞起来。好，你有看到料？哇，这个料太棒了，很赞的料，很赞的料。这样做比较安全。其实这个一锅底，全部的整天的营养都够了。嗯，别讲啊，人相公吃菜无营养，相公啊，蛋白质还有来自于我们一般的六大营养素，就是鱼肉豆蛋奶。那我们吃素就是有来自于豆，对呀、啊，这些啊牛奶很多啊，其实蔬菜什么都很好啊。哎呦，好了，好，我们这样满满的一锅，满满的一锅，来这样炒一下，很棒哦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好，这一锅，我们把它移到前面来。我是用了八种食材。啊、你用十种、二十种、几种都没有关系，喜欢什么就加什么。对，我们说大圆满，对不对？家里做这个八吉祥大圆满，我们快来品尝哦。麻油猴头菇火锅材料：麻油猴头菇包、姜片、蒟蒻香菇卷、豆皮、芋头。高丽菜、红枣、黄帝豆、山药、腰果，调味料：麻油、盐、香菇粉。做法：用麻油爆浆做火锅汤头，所有材料洗净，依序放入所有食材，